了，不要说这个视频吗？干的我脚趾抠出来都别墅，吵死了，吵死了！你吵什么吵？哎呀，你醒了，跟风兄正在一同饮茶，要一起吗？滚！哎，你看我正在被家涂的家，哎呀，他竟然喝这个，这样不好吧？这什么？闹死你们！哎，郑凯，你醒了，你在玩音乐呢，要一起吗？不不，我们去把郑凯的七八手换成封箱。是这样不好吗？郑凯是我们的小天使呢。怕什么呀？哎，没事，他已经进房了，你不用管他。你怂什么呀？你炸！陆枫，你看你，老是想整郑凯干嘛？我们大家不是好兄弟。洪博，我明天考驾照。扶着脚往北里走，能不能别玩这一套？要考驾照、哎？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哎呀，我第一次考，我紧张的屎都拿不出来了，烦死了！驾照考的就是心态，很简单的。尝尝我早起为你特制的营养果汁吧。算你爱脸笑贫。你知道这里面有多营养吗？别放了葡萄、韭菜、牛奶，喝完后保证你明天直接放松到拉车上。炸！不用这么感谢。什么？你要去柬埔寨了？说我要谈恋爱，你要包了我下个月的外卖，你就是嫉妒。来看看，那我们试一试吧。哦，可以啊，聊两个月终于到手啊。你说说你一定要这么多个有什么用啊？你得像我一样，专一的只要一个，专一的男人谁不爱？来手机啊你。小老板你厉害的。你也知道了，谈恋爱肯定要约会了。兄弟，我最近手头有点……哎，嗨，谈钱都算感情啊。那打开支付宝搜索"骑士省钱特权"就能免费领取一张骑士卡，奈雪 Coco、必胜客等美食五折起，全国加油还七折起，给他买一下阿迪耐克这鞋子啊，都很便宜的。够意思，我就打电话约他出来。哎，别，哎，不能打电话，这样。快醒醒，这个，快醒醒，这个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你干嘛？你最近不是睡眠不好吗？我专门给你买了两片安眠药，来吃了它，睡个好觉吧。